廖碧儀單身多年恨拍拖。廖碧儀日前就出席慈善晚宴，氹到舊愛劉海威和同劇的女拍檔全飛文，她表示沒有留意，並表示自己反而有留意美國大選啊。我又冇睇喎，冇睇過喎。反而我就係好留意而家美國個新嘅個 president 係邊個咯 ？Trump， 因為好多朋友都係美國人嚟噶嘛。我個飛機一 land 咗嘅時候咧，我收到好多 message 炸爆我係點解咧？佢話小心啊，你小心揀另一半啊，好多美國男仔會追求同你結婚啊，因為加拿大人啊嘛，想移民喎。係啊，加拿大嗰個移民網咧係爆曬啊，所以我啲朋友好搞笑，好多 message 就話小心啊，揀得好啲啊，你會有好多人結婚啊。至於問到佢而家有冇拍拖，佢就笑住咁話。未啊，希望是一个圣诞礼物咯。有冇都恨嫁咧？咁当然未去到恨嫁嘅，但系都想拍拖咯。都有一段时间噶啦，不如冇公开几耐啦。